为什么不是眨眼变慢？我之前有看人家那个什么犯罪心理，他们常常都在讲眼神，他会一直就比如说这个人在你再问他一句话，然后他回答你，如果我很笃定是事实的话，我就直接这样子告诉你就好了。但如果他要骗你的话，瞥一下，他习惯性的会瞥一下，这是很下意识，眼神就没办法定在同一个地方。对，或者是说他现在跟你讲，他可能就想要掩饰什么，这也是下意识的想要掩饰。哦，摸鼻就是一种掩饰，是。其实就是摸脸上的什么地方，但是很多的时候会是这样子。我之前看犯罪心理学是这样说的。人在说谎的时候可能会出现眨眼变慢还是摸鼻子的动作，请抢答。高鸭子。摸鼻子。为什么不是眨眼变慢？我之前有看人家那个什么犯罪心理，他们常常都在讲眼神，他会一直就比如说这个人在你再问他一句话，然后他回答你，如果我很笃定是事实的话，我就直接这样子告诉你就好了。但如果他要骗你的话，瞥一下，他习惯性的会瞥一下，这是很下意识，眼神就没办法定在同一个地方。对，或者是说他现在跟你讲，他可能就想要掩饰什么，这也是下意识的想要掩饰。哦，摸鼻就是一种掩饰，是。其实就是摸脸上的什么地方，但是很多的时候会是这样子。我之前看犯罪心理学是这样说的。你研究犯罪心理学干嘛？我热爱看犯罪类的纪录片，各种什么连续杀人犯啊，干嘛哇，好好看。然后他们就因为他会有那个侦讯的画面，所以他们就会找。今天晚上我会自拍一段给你。请揭晓。哎呦！好，其实这就是皮诺丘效应哦，就小莫的名字叫做皮诺丘嘛。我们都说呢，说谎的时候小莫的鼻子会变长哦。但是呢，我们一般的人当然不会鼻子变长，可是呢，当我们说谎的时候不自觉的紧张，所以你的血液就会往鼻尖流，这个时候呢鼻尖就会发热，而且变得比较红，而且会有痒痒的感觉，你就会下意识不自觉的去摸鼻子。高鸭子，好，选了。我挑七楼之一。开箱。9400元。啊，很棒啊，还行哎。普通啊，这很普通啊，这个。这比六。在这回合算普通的，那600是其实600是命案，那不一样。这是正常奖金，那就是普通。对不起，伤口上撒盐，对不起。最高也25000、26000，其实你们不要放弃哦，600稍微辛苦一点而已。再出，下一题。迪士尼官方认定的13位公主当中，唯一有正职工作的是蒂安娜公主还是仙杜瑞拉公主？请抢答。马克太太。仙杜瑞拉。Cinderella 不是在阁楼吗？他不是，为什么他在阁楼？不是，他那个也是工作啊，工作，他的长发工作。那个算工作？打扫啊，工作女仆。不，蒂安娜公主是谁啊？那个青蛙，哦，王子变青蛙，青蛙王子，他有很多王子变青蛙，王子变青蛙是个，是偶像剧啊。仙杜瑞拉嘛，是吧？对，仙杜瑞拉，请揭晓。怎么会是？那怎么会是工作呢？那个是被家人抠斗，那叫抠斗，你知道不？还没有。你大碟钉管，你无法多多捞来，你知不知道？哎呀，你那还乱游嘞！哎，我真的。你跟他解释一下，他不知道的。好，通常我们都觉得说，哇，当公主应该就很有公主命，都不用做事，只要养尊处优。但是呢，可以看到刚刚这两个公主都算是呢要做事情的公主，只是仙杜瑞拉做的是家事，不是工作。但是呢，蒂安娜公主很特别哦，因为她是在迪士尼的13位公主当中的第9位公主，也是第1位的黑人公主。然后这个蒂安娜公主呢，就是青蛙王子里头的公主，他们家呢是在开餐厅的，所以呢她是一位厨师，她是有一个正职的工作，很认真的在当厨师。哇，这个好难哦。那给你解释，你了解了吧？有摇滚区，有摇滚区。全新赛事带你一起长知识，用你的智慧解锁财富大楼。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全新攻略，快点来订阅。